网站，哦，按确定。再来第二个是什么样呢？在新建立一个框架页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框架页还记得吧？一样跟这是其他网页范本，那这边选择框架页上下，记得哈，哦，是你就找一个比较像的，应该是页首这个比较像，按确定哈，哦，框架页。那框架页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两个框架页分别存档。那根据这个题目，上面是叫 title 嘛，哈，哦，底下叫 main， 就是跟上一题少一个叫 menu， 好，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按两下新增网页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它分别存档，上面叫做 title， 所以你就输入 title，title， 哈 ，title， 好，按存档，这个叫做 main， 好，然后存档，那一整个叫什么 index， 哈，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变更标题，标题名称叫什么？哈，标题名称叫什么？这边有嘛？有没有？叫做运动广场连接网，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要输入运动广场连接网，哦，的话呢就按确定就可以了，再储存，好，是完成的第一个。